家好，我是陈奶奶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正宗的北方人的食物啊，叫焖面。焖面呢，通常是豆角多吧，把面条放在菜的上边焖熟，啊，那个面非常的有嚼头，正宗的北方食物。当然，主角呢就是豆角。这里是3斤的豆角，因为这个是5-6个人的量。这里是1斤的面条，买的现成的啊，手擀面要擀到如此硬的地步，奶奶估计够累的，就买现成的了。这个机器面也有一个方法是，可以类似手擀面，当然口感还是有点不同，但是焖面就是要硬一点。120克的猪肉，连猪皮，哎，它还是五花肉，你看，很漂亮的7层的五花肉，不算太肥，其实肥一点更好的。还是奶奶家的干葱，这里呢，这个干葱可能有4个葱的分量，当然你用小葱、大葱都可以，要多一点。鱼露跟酱油一样多，8克，鸡粉4克，1克胡椒粉，这个呢是3克老抽。但是不要全放，等一下慢点放，看看颜色再说啊。老抽是加颜色，这个盐呢，5克，是等一下要加在豆角里边的最后再放，所以要清楚次序。好，从两边把它的那个豆角的筋拽掉，它就没有那个不好吃的口感了。把这个头拽下来。要先摘，对，你看这个老一点就拽得好漂亮啊，一条丝就扯下来，就是这样。那猪肉呢，用不着切太小，因为你焖的过程中它萎缩就没多少。先把它切片，厚的片，完了等一下切条。这种的五花肉呢，它拿来做炸酱，做这些红烧的特别好。不要切得太小哦，就这样比较厚一点，大概1/2公分吧。猪皮不要拿掉，因为这个猪皮很干净的。买的时候，其实买这个肉，奶奶不光是挑肉，是挑猪皮了，猪皮干净才买。快点连起来了，就是这样啊。放一点油，不用太多，因为那个猪肉还蛮肥的嘛。这个不能用瘦肉啊，用瘦肉就柴了。用不着先腌，直接爆炒就可以了。这个真的是要热锅了，平时奶奶都不热锅的。这个猪肉要扔一个蒜头下去拍一下就行。热没有？可以，弄了几粒盐试试油温，就直接炖可以吗？这个锅相当大啊，这个锅是32的锅。好，它猪肉有点变色，就放材料吧。红葱，炸红葱头，鱼露，酱油，这些都是在炒味道啊。又小火了，放水。小火慢慢让它焖，这样斜的斜切丝。有的人说要切很细，不用，因为你焖完了它很细了，焖完了没剩多少，基本上一个豆角3-4刀吧。这样
切的比较粗的丝。好，看一下肉，切豆角的时候就这个肉都没翻过，一直在这边，那已经熟的不得了了。那么现在把我们的鸡粉放进去，鸡粉胡椒粉，我搞到中大火啊。这个豆角不怕糊的，豆角糊一点才好吃，它要糊化才更香。3斤的豆角啊，把这个豆角干煸一下，再放水，把它煸个5分钟吧，放水。这个水要的量比较多哦，等一下我们就用不着二次放水。4个，现在面条还不能放啊，要等那个豆角的效果出来以后，而且豆角越熟越好吃，焖的越烂的才好吃。现在我们要找大的锅盖出来了，很大的锅盖，豆角差不多呢，我们就加拌了奶奶家的鸡汤去。现在放盐，加老抽，不要一下加完啊，这个老抽好厉害的是颜色，要等一下变成黑面，再来一点吧。那就是2克的老抽。现在呢，汤是很多，有点太多。为什么呢？奶奶是故意的啊，把这个汤要拿出来一点，多半碗吧。那现在呢，就刚刚好了，好好的一块面，我们要把它揉，把它揉一揉，才有那个没有那么死硬的感觉，因为手擀面跟机器面不一样。真的是不一样，奶奶平时不吃机器面了，这个焖面还可以接受，什么公仔面啊机器面奶奶都不吃，就是稍微和一块，她要把它拽断，从中间半中间这样，要这样好像擀面的距离了，太长不好，就要这样碎的把它散开。一斤面全下去，面有点长，不用太长，撒开就可以了，它撒开等一下不会粘着。继续焖，现在是中火偏大一点啊，5分钟完了就搞好小好小的火，直接让它焖熟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焖面啊，20分钟过去了，汁已经基本上缩干了，熟了。那这样关掉火，用筷子把它打开，不要从底下弄啊，先不用搅拌，先把面条打松散，要不面条是一团的，你就不好了。好，我们面条先剪出来啊，把上边干的另外放，要这样打开，打到变成一丝丝的条条分明啊。这个是挨着面的，基本上也拿出来了，再糊，应该稍微有点糊的更香。今天要一整头的蒜啊，你如果能买到这种紫皮的更好，或者独头的大蒜就更好了。3斤的豆角炒出来没有多少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湿的呢，就奶奶年纪大了嘛，就这样直接拌进去就开吃了。那么如果年轻的朋友呢，是喜欢吃这种的干一点的豆角炒熟的时候快出来拌碗汤，你可以现在加一点进去拌面，或者是这个熟的里边要加一点，就不另外加水了。你看它都不会一坨，对吧？要一坨就失败了啊、哦！
其实就是在吃菜，这个菜相当的多。这个蒜瓣呢，就直接抓着吃，费一点时间，但是相当好吃，跟煮面条是绝对不同的效果。啊，那个面条呢，其实今天是蛮软的，关键呢是要锅一开，就是熟了以后马上打开锅把面打散，它就比较硬。这个呢就是奶奶的午餐，奶奶会全吃掉的啊。厉害呀，这个配小米粥是绝配。好，大家也试试吧，蛮容易的。